请讲师慈悲，请道起功，尊道起功。请坐下。
先不得用心。哦，那么今天呢，咱学下卡多阿迄两个问题，下面这则真重要。咱每一个人拢是安怎？拢是来你个答案有缘有业来的业，还是带业来的？如果咱若是无业，咱干脆来出世做人，过这三无世界，唔免。所以呢，有缘啊，搁有这个业，也就是咱在讲来讲啥，要来讨债还债。在咱的家庭家族当中，入侵灌输咱的家人，大家敢是？人讲话讲，这囡仔若是要来还债，伊一定是作乖，互你唔免伤操心。啊，若是安怎，互你作操心，伊就是要来讨债。所以呢，讨债交还债是咱这世人上个基本的。那么我看起来，如果人年纪较有啊，大部分你人要甲你讨的吼，也讨了差不多啊。啊，你要还人呢，嘛还甲差不多啊，但是。脾气乖嘛，比阮这年轻个啊，哦，啊，若无讨债还债，相当像咱五阿兄，要七十岁嘛吼。那么呢，该付出的嘛，尽量要付出啦。哦，所以讨债还债，差不多，若还完、讨完，请问各位前线，你敢搁有需要人伫这个环世界？敢有需要？无需要，因为你的缘已经了。所以，如果我们没有这个愿，是按照咱今天的班叫做新春之用班，过去拢叫做新春观，啊，就是咧，互咱知影讲，咱心内一定伫这个心里头，咱一定爱有一个观。如果咱若无这个观来做后盾，来做咱的靠山，万一咱若是安怎有拄到劫数？还是劫难的时阵，你不能遇到贵人，让你有转机，这点是上重要。一个人若无关，那你就应该讨债还债，到这都拢还完，讨完啦。你没有继续的愿再支撑你下去，你无这个关，怎个再让哦，搁互你支撑讲你人生要搁行？歹势咱好暗哦，你这样就用咱尊贵组长，尊贵组长，你看伊过去。有一次的车祸，大家拢知影，咱在咧救啥？救其他。伫阮码头新楼这个地方的诊所的病院，竟然吼无法度啊，拄着车祸一定是上算上上紧的啊，伊的脑已经是肿胀，胀到无法度通好好这个头壳安尼钻下落，一定爱开刀落去把伊的脑给切平，所以准备转院嘛，足危险的啦。但是好佳哉。伊的太太离婚，甲上天求，如果伊若好起来吼，就爱互伊会做工课，伊要甲伊写出。如果若是脑有伤着，有当时啊一脚一手，他不灵活，他就不能做他想要做的事，该是安尼。所以因太太求上天慈悲讲，若要互伊好，就爱互伊恢复，就是靠教员啦，吼，就是爱互伊教员。啊，若安尼，伊唔到有能力，通好过来继续安怎为道打拼，为道夫来安怎人生服务。所以，为啥物佛学伫即个开始，会先交咱讲即个的因缘，也就是因为今仔日的班新春愿。请问佛学要问到，咱家己想好甲回答，今天的班敢有思想？有、哦。啥？叫做啥呢？因为我觉得我们这个班好像是，哦，无啥概念了，不大咯。再问你一次，今天这个班敢有思想，敢有重要？有、哦。那么第二句，第二项，咱诸位真贤大德，敢有希望明年继续搁开这个班？有、哦。好，那这样 OK， 桃花关已经过关了哈。如果咱若是对这个代志已经没有认同，那你就是只在危险当中，因为你已经无这个观念。啊，咱过去拢常讲啥？愿力可抵业力，开始。啊，你若无有观做头前，万一业力到的时阵，就像我们存钱一样啊，你平常时也无三千五千安尼分尔啊欠，欠有一笔仔钱。
万一若需要急用的时阵，请问你敢有资金通好用？下底去共借钱吼，第一见效，第二人买着会借。吼、哦，迄是做为难的代志，因为佛法就散过。吼、哦，过来呢，就是互咱知影讲，咱如果若是有即个愿力，有即个功德心，做伫头前，遐就是亲像一笔平静的功德看伫个遐。当咱拄到无形过去的即个冤亲债主也好，啥物来要讨的时阵，咱呾有筹码，有即个资源，通互咱社工老师，通去交人敲代志啊。进社会，若出代志，敢是讲啥？用着地方的即个啥人事，即个立委、即个议员去去敲代志，敲的，敢是爱去甲你比讲，爱差不多偌济？刚才安尼，哎，所以吼、哦，这也就是要互咱知影讲，如果咱若是无这个官，无这个功德，做生底下等，有时候我们是很危险，自己都不知道，吼、哦，家己拢唔知影。所以呢，今天佛法的这个纲领，会使开始进入。疫情在线曙光，先把握住。其实呢，可能伫十月份还是点时，因咧领这个工地的时阵，是看到咱台湾已经进入这个疫情的稳定啊，吼、哦，已经是稳定了。那确实，若要依世界各国，卖用讲中文，加交咱对岸就好啊。我们的疫情是相对稳定，吼、哦，但是疫情是相对稳定，但是这个疫情呢，拢总有几年，三年啊。足足有三年了，但是三年时间，咱的道务实体班呢，有一些都停掉了，我们都只有用线上，哦，弄到线上。那么请问各位先生，这三年内底，咱有因为疫情感觉足恐怖的，所以人若要来咱道风清宫买卖，伊卖来，哦，人若只要你要出来讲买卖，遐济人哦，阮囝因无去，敢是安尼？所以伫这三年内底，你敢知影加这个啥？这个脑神经衰弱，爱食安眠药啊，佮交这个忧郁症的，这个趴数提高偌济，咱敢知？比起过去还袂有疫情的时阵，提高差不多5%，非常的可怕。迄药啊过上来，因为伊的心理症，他没有依托，他会有恐惧不安。哦，啊，所以呢，这也就是安怎，咱的人生，咱还袂看透过生死，所以会足恐怖的。哦，咱无法度通去自由自在。哦，人讲尽人事，听天命，该做的无通甲做做的，但是内心无需要恐怖，因为你若愈恐怖，愈有压力，咱的免疫系统是愈低，免疫系统是低的。哦，所以只要咱安怎？知影做好防备，啊，心唔通有遐大个压力。自然咱个免疫系统是在高点，吼、哦，是在高点。所以呢，甲咱讲疫情在线曙光，先把头筹，也就是讲伫疫情的这段当中，咱若无做好准备，平常时啊会操练，我时常咧笑讲吼，咱目前人做无去。好佳哉，拄啊伫疫情头啊迄个时阵吼，政府安怎？袂输咧封城安尼啊，禁止几个月袂使出去。目前人哦，无法度通去出去世界拍拍照啊，通去去访亲啊，去倒一家。结果呢，上落来用2个月的时间，写一篇百篇心得，伊的经验所得到伫这段当中，伫道中所学到的吼，的这个啥，的经典，啊，伊的体情，伊的体悟。甲伊写做安怎，一篇一篇写100篇，出一本册。那这不是他留下来，因为疫情而得福吗？因祸得福啊！虽然迄阵去互人关起来，感觉讲哦2个月，但是咱去转一个念。那么2个月既然袂当出去用啥，那安尼我着好好啊来完成这个工作。哎、欸，啊现在敢有受益？很多单位，吼、哦，足侪人拢手里摕着咱目前的这批百篇心得，
甚至伫安怎，伫读书会内底嘛有咧使用，咱就是个读书会，吼、哦，后礼拜拜日已经就要进入第61篇啊，后壁就剩30-40篇尔，吼、哦，那也就这就是我们内心有彼岸的成长，咱家己真清楚咱要用啥，所以若无安怎，先家己有学习，准做咱要去比赛啥物物件，你平时没有多练习，无有准备。你能够拔妥妥吗？有法度人走第一滴来去比啊吗？不可能。啊，我们也不是说要大家拢去掠去比啊，因为要去抢去比啊的吼。哦，咱老看咧赛程，咱头啊有咧命。但是呢，最起码我们都要要求自己，家己有成就，安尼才袂辜负咱家己啊。我们每天不管自己设定目标，我今年想要。看的书，我今年想要学习的是哪一块？你自己心里有底，按照这个你自己去成长，这就是啥？这就是你的愿，这就是你的观。甚至呢，如果咱啊想要成就一个安怎三五个，要来训练成为一个迄个黄金哦的这个慰问团，哎，你也可以安怎？家己推荐家己，好，我来参加。以后如果有机会要出去访亲，我就可以配合出去做什么？做访亲，做慰问啊，这是不是很好？看我现在观念，有没有这个意愿？有可能有机会。好，那我们来讲，我们哈，哦，那我们好，那我们继续来看这个疫情哦，不是突然来的。其实哈、哦，过去，咱看，咱五合先互咱看对面啊。这就是咱台湾虽然稳定，但是大陆伫过年遐，迄观察是败到遮尔济。这观察吼，一句一句败到遮尔济，要去烧着爱搁安怎？正常爱一个半月至两个月才败会着。啊，若无你着爱摕苦苦诶去败，啊爱搁摕落，平常时啊规划诶即个。租金还阁提高过来过，哦，那么呢，棺材卖到灌落做袂出来，到尾啊决定去用啥？用血，把这全年死去的这老大人这染疫的这，怎用血甲卷卷的，乌来带尔，无带棺材哦，哦，所以呢，伊含迄个收拢得袂到啊，所以我们要不要很执着？不能执着。唔免足紧张，哦，啊，若无要囥在遐哦，嘛好遐臭。所以呢，肝为着咧赶紧下葬，所以乌骨了用袂光光的安尼。过来，甚至若要摆要烧爱遐济钱，就爱搁摆遐久。所以呢，找一个空地，家己伫因的空地门口就家烧啊，去有方法家烧呢。所以这个。从咱湖北进已经60几年来，咱刚刚看到这个情景，但是在21世纪社会文明这个进步的情形下，竟然这个代志也出现，所以这个是什么？天时地利。各位先生，一定要怎么样？懂得天时已经很急迫了，已经足紧急了。咱来看，伊讲。任何一种的灾难的出现，真正是定时、定点，搁叫定数。这呢，伫上界叫做三定，吼、哦，叫做三定，是无法度通倒去啊。那无法度通倒去呢？现在这书信的历史时期，唯有一项，就是定数会当改变。那么这个定数，吼、哦，定时就是讲这项代志，定时要爆发，这已经设定好啊。哦，那么呢，这个定点要对对一个发起，这个都也不能改变。但是唯有这个定数，定数就是讲，这项代志要爆发到偌大，还是要牺牲差不多偌济人，可以改变。为什么？人心若改变，定数就会改变。因为这么多大劫难，是因为人心不够，所以。一股的这一种安那负面的，这个卖两条隆中出来，
结果呢，造成安怎？造成这个劫数一定爱形成。所以唯有自己改变人心，社会的人嘛改变人心，愈侪人改变人心向善，那安尼这一股的能量就会越大，咱的劫数自然就会愈少。所以咱时常讲弘扬化解，弘扬化解也就是改变心念。你的心念若是善的，是正向的，那么你出去的这个波，请问各位姐妹大姐，这除了较少年的不知影，这老菩萨过去摆用过收音机吼，那收音机，我若正准备要转警察电台，如果你的频率若转无对，请问你敢听有？沙沙叫，这波伊接受袂到，所以你一定要转有正。那么这嘛是交咱的心念同款的，你的心念若正，自然你去的念波是靠宇宙当中的这正能量、彩色的能量去结合。啊，愈结合若愈大的时阵，咱呢这个所在就愈平安，甚至咱家己自己嘛愈平安。为什么？因为咱如果若是讲正向能量、正向思维出来的话，拢是善心的出来的话，那安尼，当咱家己的身体的细胞，它正常在运转，伊是足喜悦的。你啊看，迄人若咧不准，是毋是人讲头衰衰？咱的细胞嘛同款的，你若足不准的时阵，你头衰衰，你的情绪是足低落的。你的细胞嘛有活力，啊，细胞没有活力的情况下，咱敢有法度健康？无可能，互我敢甲咱保证？不可能。咱人要健康，就是因为你的细胞，皆是受着你的这个啥心量在调整的。你若愈欢喜，愈正这个正向的思维，那安尼他就很喜悦，表示你做无赖，哦。所以呢，这个都有连带关系、哦、各位姐姐一定要把握、哦、所以靠咱讲啦，改变人心就会当改变人数，这是古今古往今来唯一会当改变大规模定数，哦，这定数的特殊性质，哦，所以这一次的疫情过去了，不代表未来不会再还有其他病毒来。我刚才啊，交后壁迄两三个小姐也讲。因为南北极进冰山融化，怪奇的冰，几百年前，几千年前，有一挂迄个很可怕的病毒，因为冰山遮尔高，所以改冰封起来，伊拢无发挥作用。不过现在的气温已经拢在改变，大自然拢在改变。现在的气温变成啥？这个所在零下几度，落大雪，迄、那个所在咧安怎旱灾？迄田必加呢，必加咧做啥？做风台、龙卷风，必加咧火山爆发，必加咧大地震，数次的灾难，拢安怎频频而降？哦，频频而降。所以呢，咱如果若无了解着这未来的冰山里面所地的病毒，搁抬头出来，因为伊个冰融化掉了。哇，伊就有机会通个再恢复起来，所以什么时候这个其他更可怕的病毒又再现，不是我们能够掌控的。哦，我话刚才咱咧讲，啊，唯有什么提高自己的免疫力，心对心是正向，那你的免疫系统就会更好更高。哦，过来，伊讲人类的大灾难哦，是由新冠病毒这回。哦，来做一个开路先哦。那么呢，各地陆续都还有灾难发生的，像卡杜阿伯阿讲的，哦，遐尔济灾难，拢伫世界各国的所在一再的在发生。所以清理人类的这个劫轮吼，也就是吼，讲连环启动，为着去予这个地动收煞去，为去予火山爆炸收煞去，为去予大水冲去，为去予啥物冲去去。当中安怎遇到了这一些，哦，所以呢，甲咱讲，咱的劫轮就是讲一缘一缘的劫，哦，该成熟的处理掉，该成熟的
就处理掉了。这个没有谈判的空间，主有啊改变信念哦。所以呢，甲你讲底层的宇宙先进化期已经来了，因为这回就是安怎，人讲上天者当然是慈悲，但是看到这样子的怎呢，人生不过太罪恶感了，所以伊会安怎做一个淘汰叫筛选，哦，做一个淘汰叫筛选。所以呢，对底层呢开始进化，淘汰的是这看起来是人，啊又搁无是人诶，哎，这敢是妖魔鬼怪？淘汰是人归人者，哦，看起来是人，无是人，这也就是个解脱。啊，看起来咱讲来讲啊，搁生一个模样，咱迄过去吼，迄老人啊咧骂囡仔讲，啊看起来正一个样，啊他拢做即落失德个代志。还是拢安尼讲，哦，所以呢，这也就是看起来做真正一个人，但是呢，内心不善。啊，若安尼呢，这拢总是积极的淘汰。这天界的这个属性内底的名册，相好这么侪人，需要伫对一支淘汰，需要伫对一支淘汰。唯有会当救咱家己的是啥？阿弥陀佛。啊，你的心若有诚，你的观若有力，自然心吼，咱的本真如本性是一个顺仙护正的，咱的自性是顺仙护正的呢。但是咱真的无静下落来，咱真的人静下落来，拄啊好交咱的自性本来我相违反，所以呢是拢好动的。啊，好动的是对对来。对咱的意识心，为什么？因为一个囡仔刚出世的时阵，伊是受到环境、受到伊的教育、伊的成长的过程，佮交伊出去学习的，安怎慢慢去咧改变伊的思维。所以呢，大家讲，性命强，彼得强，这个真如本性无法度发挥作用，拄啊敢自称讲我这个人佮我的。但是他没办法，依着咱的良知本性来做主，去予这个色心来伊来讲话讲绑架了，各项代志拢色心来咧做主哩。咱的良心本性，怎啊亲像放伫遐边边？啊，拄啊目前连我有听到伊讲话讲，迄囡仔伊细汉咧耍迄落咸干仔子，啊为甚物？因为细汉囡仔伊还袂逆念遐尔重的时阵。伊是足天真，对不对？所以就是恰处之心啊，天真的一面啊。因为伊念念无清啊，真若要叫你规有倒个迄落涂骹讲去啊耍干仔子，啊练迄落荡秋千，你敢会？你会感觉无聊，啊咧做个囡仔工课，是不是？因为我们已经不够纯真了，咱已经无够天真啊。哦，所以呢，这也就是互咱知影，就会。哦，是真正是结束，哦，真正拢伫危机的地方。所以伊讲，甲你讲讲，如果有一个国家，伊失去天道，也就是无照伦理道德来行的时阵，上天就会降下灾祸来甲这个国君禀告。那现在很少搁有这个国王，哦，一百几个国家，搁有这个国王来来做国君的，哦，那么。就是咧讲，这个国家的领导人嘛，叫做国王。哦，如果若唔知影人改革，伊就会出现搁较严重的怪异天象。咱正常的天气是毋是？啊，着日头出来，啊，若好天就吼作业的，啊，若是乌阴天就安尼暗暗，吼、哦，这是正常的。啊，但是呢，伊甲你讲天象就会变哦。啊，咱若搁唔知影，若搁改革，伊就会想尽办法。把这个王朝，把这个王朝给伊灭掉，哦，结束他这一个朝代。这是真实的哦。这呢，也就是讲，底摩时的时阵，伫上海，在上海的天空是规个拢泛红的，你要封城上海以前，就已经有这个征兆了。啊，无上海是，我会使讲世界的金融中心呢，会牵得落去安尼风嘛？
但是无法度，这叫做啥？定时定点，该来的就一定爱来。所以伫上海，互我比一支吼，就是上海的啥物迄个啥物啥物珠，明啥物啥物东方之珠，哦，东方明珠的代表。所以这就是上海啊，啊，落尾风城到就是上海成功。哦，所以这个都有天象哦，吼、哦，咱唔能小看。过来，这就是马上，就是日头暗傍晚的时阵，规个天空拢泛红啦，哦，拢泛红啦。这吼、哦，你摕着看有无？哦，过来，咱捌看过三个日头，看过了这个换柱，就是讲日头呢，到尾啊，哎呀，这下一个日头，这下一个日头，这种叫做天的意象显现，哦。哦，这种就是叫做啥？天的意象的演变。如果咱若是无安怎，无了解，哦，那安尼，哦，接受真正就是这样。所以呢，这佛学，他拄仔甲恁讲来讲，艳丽可抵 A B， 但是艳丽又可以破劫关。艳丽破劫关，是咱去年新春晚佛学的功德。我时常在想，就是他拄仔因为迄、那个咱有这个原理。这个原料的存在，所以让你无形中在艰难之中发生，你会有贵人出现。嗯，这就是在给咱化解关嘛。哦，啊，所以呢，咱若是无这个原料的话，你就没有必要再留下来。哦，该用的也用啊，该脱的也脱掉啊，你留在这个三无世界，因为咱是有关，有这个原料，才来出世的。啊，既然你要来讨债，用债都拢做好啊，你敢能够老了？所以一定在背后一定要有一个很强烈的愿力，哦，从化愿力，也就是亲像咱今仔日是新春晚，那么我们的愿力可以在你这个新年头当中来点点出来，让自己很清楚，我应该在修道的这一条路上，我应该怎么来走？哦，啊那安呢？即使咱的时间已经到，安怎会当真自在？真自在来行完人生这条路，不会留下遗憾，吼、哦，不会留下遗憾。好，咱六祖坛经内底吼，大家拢有听过六祖坛经嘛吼？无嘛，拢都有听到，化化报三生，吼、哦，发心当然就是咧讲啥？讲咱的人的自性，伊是无形无相的，吼、哦，所以伊呢，就是啥，咱的真如本性，咱的灵魂本性自，吼、哦，咱的自性是永远，伊是袂受着淘汰。咱这个肉身是有一个时段，一个时段，但是呢，咱的自性是没有，吼、哦，所以即使现在这个肉身已经灭了，咱的灵性是安怎？搁保存掉，后壁呢，搁找着妖女结个姻缘呢，搁再来。好佳哉，咱呢，即回三级灭掉的时阵，这是上天特意安排，但是无法给予咱看一寡资料。这是上天早就定好的。如果咱若是无有经过安尼，很多我们都还是在迷迷糊糊当中生活。哦，所以呢，先有这个自性在的，这身躯才会起作用。啊，若无死人，交活人，敢有差啥？啊，就伊人生活在的，伊的身躯尔。这个人，咱就甲伊讲死啊。以前拢啊，搁真像比七八工在咧烧，哦，在咧办告别烧。啊，真呢，只要人死的足侪，啊，你着伫过年关卡，咱像啊，咱无啊，会阿烧，嘛是六工尔。啊，无来咧过年啊，你无处理敢会使？六天啊，咱就可以把你去完，哦。所以呢，这个化身就是咧积咱的自性。那这个报身预言，咱这世人来出世做人，这就是咱这世人过去所累世所积的这世人，安怎？这个业报身，业报身。但是咱要如何，让咱的业报身来分为？咱的愿报身，这个业报，叫做愿报。
各位浅显，借用着先佛慈悲，吼、哦，先佛者慈悲的安排，互咱有啥？年终悔过愿，新春愿，这就是要互咱下趟去转念，去改变咱的思维，改变思维就会改变力量。如果你的思维模式都要照着过去安尼，那么你呢身上没有力量啊，你的心胸已经无了力量啊。哦，所以呢，互咱知影讲，咱进这世人，虽然我进担是这个报身，是这个业报身，但是只要我有这个啥，有这个愿力，那我当下哦，虽然它未做明显的，嘿，但是当下你的命运已经在转。因为你对业报身已经慢慢的转做你的缘报身了，变报身了，哦，啊，所以呢，改变是对你有认同开始。所以他跟我讲话，跟咱问讲，你认为这个班师生吗？咱大家拢有好，啊，有思想，有重要，那我们就想要尽一切力量去改变自己，去改变主意，这才是有得着。啊，若无改变，思维无改变，行为就会改变。啊，行为无改变的话，咱的命运就无可能会改变。这是一贯的，吼、哦，这是一贯的。那么化身呢，也就是应化身。啊，什么叫做应化身？你像咱火海进行怎啊逃跑，而且呢，安怎刚接刚开这节课？那我现在当下就是讲师的应化身。江苏的应化心进的是比火海的进步，火海板电的角色进的是江苏。那等一下我这个脱掉了，回到家里，我爱下厨去煮饭。那个时阵，我的应化身是啥物？家庭主妇，我就是这家伙，这囡仔的妈妈在给煮饭要吃的饭。那我等一下如果还去接待客人，去接人客，去咧做业务。那我那时候的化身就是啥？我是某某公司的一个业务员，所以这个应化身就是千百亿化身，就是讲你到底你当下扮演什么角色，推动什么种的单位，你当下就是那一个化身。如果你是慈悲天天去救人、度人、去奉献、去做上天欢喜的单位，那你当下就是一个慈悲的菩萨，你就是菩萨的应化身。所以不要把它想得很复杂，该运用在日常的生活当中，这倒是真正的，真正的吼。所以呢，跟你讲啥，文殊菩萨，我为什么要来画这个文殊菩萨？因为文殊菩萨，文殊的智慧，文殊的菩萨的地位。那我们现在是这个业报身，咱若是无有文殊菩萨的智慧，你如何去转念成为业报身？刚才就有一个文殊菩萨的智慧，嗯，哎，没有智慧你怎么转呢？盲修下面，对人话，嗯，所以一定要有文殊，嗯，啊，有文殊菩萨的智慧出来，你才知影我应该爱行对一条路，我应该爱来做什么有意义的工作。尤其在生命最后的这一段时间，咱到底会当够支撑寡妇？唔知呐。啊，观察方面点拢对了的，唔是。所以，如果我们有这个智慧的展现，你应该很清楚你该走的路。那该走的路呢？化身呢，就是咱的普贤菩萨，就是普贤行。哦，普贤菩萨呢，哦，实验行。那么咱呢，就是爱脚踏实地。哦，爱脚踏实地。那么唯有脚踏实地的心中，就是叫做落实，不是空谈，要落实。哦，那么呢，这样呢，我较上来讲一个啥呢？有一只兔啊，讲三兽渡河。有一只兔，有一只马，有一只大象。啊，因为有一条河足大足宽，啊，水阁真宽。但是呢，这三只兔啊要过河，请问对一只吼？是会当安怎顺利过？
即只土下落吼，咱无通闹过，咱要咱着看有啦吼。即条河流，即只土下伫遮漂下来的时阵，伊敢有能力通去行？它很轻飘诶，伊是无能力通去行安尼咧。啊，若无行咧，是毋是上紧？搁上紧。嗯。但是它会怎么样？随波逐流到处跑，毋知要拖到外远。因为伊无能力通改变，伊个脚敢有法度通达到这个底？无可能。那么第二呢？也就是啥？就是迄只马，迄只马虽然将心尽力想要走，但是伊个脚嘛还阁无法度通去脚踏实地去达到迄河的底底啦。所以他还是安怎小可，虽然无那么强，他还是要这样。唯有什么？唯有大象。大象来的时阵，稳稳啊，脚都立的，有够硬道，实践的功夫。所以才说三受不合。我们要学大象，脚踏实地。哦，所以呢，咱的普贤菩萨，你若甲看伊个就是雕刻，伊是骑一只大象。文殊菩萨骑啥？狮啊！骑一只金狮。狮子。狮啊！普贤菩萨骑一只大象，就是咧甲说的，讲吼脚踏实地。文殊菩萨骑一只狮啊，就是要互咱知影吼，唯有你的智慧、妙智慧有顶天，你的邪思邪见才会退避。就亲像你若去到迄个啥呢？人迄个。野兽，迄、那个动物园，迄狮拿出来还是林森林，迄狮拿出来的时阵，狮子王，迄细只动物拢走了了，因为伊惊讲这只狮出来，就是要开始食伊的，恁大家若无看见走，就安那受灾啊。所以狮子王的意思也就是讲，咱的智慧如果有真正展现出来，你脑中没有邪知邪见了。你所看到的都是正知见，安尼当真。所以为什么咱过去，把咱这么多的偏执，咱会唔知影？哦，所以呢，咱就是要含文殊菩萨的智慧，来使咱的业报身会当来转为咱的业报身，互咱的人生运命也好，未来也好，拢总会当做一番的转变。啊，那么既然知影，我们就要脚踏实地，因为有智慧伫内底的话，会当时时拢改变变出来。那你就怎么样，可以驾轻就熟，你就袂去弄啥，再邪知邪见都改拖出来。好、哦，所以呢，咱就改想，为什么在2000多年前这里，咱的世尊释迦牟尼佛？伊是出世做来做一个太子，伊是要继承皇位，结果伊到尾啊嘛是安怎出家？因为伊要了解宇宙的真相，人生生老病死四大苦，那伊说有去经过四项苦了啊，就认为讲伊安怎要来行修行这条路。所以一个是富贵家贵族的典型。那么等到咱玉祖慧能大师，咱玉祖慧能大师，伊敢捌字？哎，各位先生，唔通困去呢？敢捌字？唔捌字。唔捌。玉祖慧能大师是来彻查的呢。彻查的时阵在请妈妈呢，他是不识字的呢。那为什么富贵家会当成就，唔捌字的会当成就？这就是咧教人能够天天想。天天想，就是要让咱去了解修行、学道、证悟这条路，不是富贵家的专利。贫贱家，只要你有智慧，同款拢总会当成就，不是好命人的专利。所以上天已经展现这个，让我们很清楚看到了。那我们如果还不把握，因为咱拢总是背时，那诸葛亮哪个无把握？那我们是不是很愧对？
如果不能安怎点成天花，去做外王的丈夫，最起码嘛爱成就家己内心的丈夫啊，内心自信爱提升啊。啊，若无思想的观念，拢一直伫个遐哦，到后来受苦的是自己，别人无同情你。所以呢，吼、哦，第二只呢，哦，我较简单甲你讲所以甲你讲，佛菩萨有三不能。第一，伊无法当改变咱的因果；第二，伊无法当人帮咱消业障，这个事情，业障就是咱的事情。这爱靠啥？靠你家己。今天尊者佛法直接讲，你有家己听入面，如果你若无去做，安尼拢无法改变的。哦，所以甲你讲，有三不能啊，佛菩萨有三不能啊，因果伊会当来改变。要改变因果是靠你自己，嘛无法当帮你消业障，你若唔愿去做，你业障太小，吼、哦。所以呢，嘛袂当无咱身份呢，因为你爱爱代替，安那代替我。所以到台湾历史有许多，咱的因果书，咱的这书书字辈，吼、哦，会前辈者，人来甲咱引导，还是你若唔遵照。哦，遵照这道的这个条理去行，你就是无遵照着你的良知啊！啊，没有良知良能，你怎么做得出来呢？无有良知良能的发挥，你太做会出来嘞！哦，所以甲你讲，人无道有出家人成功。哦，那咱先休息就讲啊，师父引进门，啊，修行看个人。你家己要下偌济的能力，下偌济力，你就会成就偌济。哦，就是这样哈、哦。过来，看这张，各位前线，这张叫做啥？文魔动体。咱进在座帮帮我看，我们都是文魔动体，因为咱本来就自性，嘛有自闭的一面。哦。那么这个时阵，咱佛讲，慈悲的典型，当下你就是菩萨的心，菩萨的形象。所以呢，你就是这边，就是好看的这边，菩萨。但是当佫有一挂邪思邪见、无好的念头，还是安怎不平不满的心又佫出来的时阵，你家己无法度安好。那安尼，你个啥？你迄个无好的念头，你个无。这个魔叫做破损魔王，叫做破损。啊，破损呢，伊已经把咱的世尊早起就来讲啊，叫伊唔免传啊，叫伊唔免讲道啊。几千年后，我会予我的魔囝魔孙受着迄领的家世，去甲你破坏你的道理。迄是伫阿公去的时阵，所以真嘛是阿公有真侪人，人讲啊，受着家世。你是也认着死，但是等到暗时啊开宾室，迄家世腾起来，哎，超自由家，哎，这敢是过去这菩萨已经甲咱世尊讲啊，世尊听了目屎团结，讲两千外冬后，我已经无我的母囝母孙，申请家世，吼入佛门去破坏着你的佛法，所以各位亲戚。如果你了解了一切的来路背景，你就会很感叹，咱这世人我都通得到这个佛法的。如果再不把握的话，那真的是，哦，即将永不一生命。哦，过来，这个佛法，这个印，这个那个混魔动体，这个印象来伊记一下。如果咱若是要修起来的时阵，你会讲会使修。我爱表现出慈悲的一面，因为我是菩萨。那安尼，你的祈祷会消耗哦。自己告诉自己，力量是最大的。哦，当你生气、看不惯一个代志，就是你的，不行。我要转念佛菩萨的，哦，这个是，我得再生气。那生气的重要魔王呢？关不牢，受中了魔王的圈套了，哈哈！有个一个，搁一个好关起来。哦，所以各位先生，哦，爱爱平静哦，过来。
我发公要甲恁讲这段。这段呢，浮游地君，咱敢知影？浮游地君就是顺阳地君，也就是卢仙祖。卢仙祖吼，伫这个《大学》一书内底，一开始吼，伊甲恁讲儒教吼，内圣外王之道，《大学》吼，就是要讲内圣外王吼。啊，为什么呢？因为咱过去，咱以咱道教无法可能头一段无参悟着。咱的认知就是讲，咱尽拢讲着六祖坛经、交通宝经，但是咱世尊来一篇个啥呢？一篇个初训，甲咱讲，咱大家不知影怎啊是啥？儒家应运。既然儒家应运，恁敢有咧读四书？四书是儒家的宝贵的经典，尤其是大学交中庸，过去拢讲啥？大学道中庸理。那既然是儒家应运，你家己这个道的宗旨，你拢无爱当把书子，你如何去度化众生，可以成为大同世界？所以呢，咱世尊甲咱讲安尼，吼，何妨深深的体会。伊甲咱讲啥？有基础，嘛爱有有基础。既然现出时，就是儒家应运。那安尼，咱的主要读的经典，重心重心要放在四书内底。这两部《金刚经》交《六祖坛经》不是不好，是他们现在已经设上做咱的陪衬，要来过来甲咱到正实着儒家内底所写。所以有基础必有基本，用这两套经来甲辅助咱这个四书，互伊知影讲四书咧讲，毋是咱咧看诶，讲字无平平写，不是那么简单。所以呢，甲你讲啥讲，成修生命诶吼，坐甲地国来互大家吼有一篇吼，伊就是讲过去诶人人心腐坏。伊毋知影讲即个数所定理不得已，因拢感觉是安尼，就是像我阿爸拄仔咧讲个讲定数定点啊，定时。结果即个数因毋知影讲是会当转变，因感觉讲那是不可能的。所以若欠人到的时阵，人嘛无法度来替挽回。他们大部分的人都是认为这是欠的，无法度挽救的。所以呢，伫迄个时阵一定爱受到接受的淘汰。吼、哦，大家拢安尼认为，所以伫迄个时阵咧，开始即大学四书间开始慢慢被安怎去互，那种废除了，就是无甲伊重视啊。吼、哦，所以呢，咱有先出来甲伊讲，我讲，伊因有见到这一种情形，所以伊就继续伫遐思考，伊就咪讲，真正是安尼吗？哦，那要狂妄，吼、哦，要办即个啥呢？蝴蝶。一定要把这个观念给改变。如果观念若无改变，伊要改付这个好学给伊，吼、哦，是无可能的。要办定这个好学是无可能。所以呢，这是皇天也妙用，世人吼唔知影，吼、哦、世人无去感受着。所以呢，咱有先做讲来讲，伊是奉了上天老母娘的命令，吼、哦，应分的波斯星、波斯两种。叫做啥呢？下当吼，两种就是咧讲格物致知。因为迄个时阵拄着啥呢？咱的道脉延传到真了的时阵，迄个时阵应该爱问，结果煞安怎？无问，何真师王哪呐？文书，所以呢，迄个四书五经的册烧掉足济，啊，这人的时代啊，哈文书，所以呢，到尾啊。在我们的大学里面有格物致知两篇，啊，这两篇算你烧掉的，经过很久都保存不起来，无法度通补这两篇。上头啊，要对脉要进入摸，这个日门的这个门，打脉入门的这两个功夫，行易。所以儒仙祖才烧掉咱老母娘的命来保存格物致知这两篇。伊讲一个人人心会哪会害去，就是因为咱内心会贪念的物件太侪，不
只是有形象的物件，就是咱的生活贪嗔痴慢疑，这物件拢总是咱内心世界的生活。哦，所以呢，若是无对啥一些结果，是无可能会当抑制自疑自善。所以伊当安那，哦，来回愿，播出这两篇，甚至甲搁来注解着大学交中药，这个经义。迄内底所写的，毋是咱一般所看到的册的内容，拢总真正是对心性内底的。伫民国36年的时阵，就来补税，吼、哦，就来补税。所以这是非常贵重的物件，真珍贵的物件。啊，若是无对心性要去探讨，我较讲的讲，我会想要去找印刷厂来排版，因为这是解版的，来排版看要搁来用无。并非一寡或者有对心性想要提升的人，去好好啊去研究。哦，那么呢，哦，这就已经因为时间的关系，就已经过去了。互学生用这篇来教咱做注意点，来大家大家做结束。上天甲咱讲哦，多浅显，可能咱在座拢无啦。即讲老师甲咱讲，求到了后，你若是搁去其他的法门修行。那安尼呢？因为咱求道的天律是很深远的，老师甲咱讲过，那道脉、道统是上天早就拟定好势。伊讲咱今日行到白龙吼的时分时期，应分是咱弥勒祖师，传道是咱这个老师观音菩萨，所以呢，这是一定定好啊，袂改变哦。如果咱若是走去到其他无有天命的法门，吼、哦，去皈依，还是搁去用啥去洗礼、去灌顶，吼、哦，去拜某某仙来做师，吼、哦，那安尼，包括加持的仪式，伊的意思来讲，你毋是袂使去庙寺，因为你爱去效法者，你像讲咱效法观世音菩萨的中医，咱咧效法观世音菩萨的慈悲医下。这个是可以，但是咱千万唔茫去加入因的意识，去予伊灌顶，去予伊洗礼。啊，若安尼呢？经过三观大地，安怎？咱本来求道拢。